那个，等一下，等一下，是你先说还是我先说？我先说，你回答我。你先说，那你先说还是我先说？先讲清楚。我先说。你说几分钟？我就说一句，你正面回答，你敢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就行。一句是不是？好，你说一句，来，你说完我说，咱俩轮流来，行不行？你得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你回答不回答？为什么？你回答不？你让不让我说啊？不敢让我说吗？你回答不回答我的问题？你要回答我。行，我回答你的问题。你先回答我的问题。再一人一个行不行？可以，没问题。好，问。读职高的人就不是人，都是畜生，就不该被侮辱谩骂吗？先问。正面回答。有规则没有？谁先问？啥？有规则没有？谁先问？先讲好规则。我先问。你回答。好，你问一个问题，然后轮到我是不是？然后你问我，然后我你。你不对，你喊啥呀？规则定好，你先把规则。你别喊，你破什么房啊？你先把规则定好，行不行？我的规则就是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正面回答，然后你问我一个问题，我正面回答，清楚吗？好，你先问。嗯，你读职高的人就是畜生，就活该被侮辱、谩骂、被羞辱吗？你问完了吗？问完了，正面回答。为什么要用如此低级、肮脏、下流的问题来贬低职高这个职业呢？因为你刚才在贬低啊。我贬低什么了？举例。你刚才你的原话是：读中专的人都是考不上高中的人。我觉得不一定。好，那你告诉我，为什么今年的高考复读生超过400万？我不知道啊。你不知道，那么就是因为考大学好啊。你好好说，你好好说，你平静一点，你别破防，你语气平静一点，咱好好沟通。我是对你这节奏来坑害下一代这些事情，我非常气愤。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带你走。哎，很久坑害下一代的违法，你掌握我证据，你抓紧时间报警。你现在打110，我这个行为，你如果真掌握我坑害下一代了，这个就违法了，你抓紧时间报警。你有没有证据？你有没有证据？报警吧，你知不知道？你这个让下一代走上歧路，你知不知道？你报警啊！你报警啊！你知不知道直播间里的人如果让自己孩子上职高是什么结果吗？你知道什么结果吗？你好好说，你别疯。我接着说话吗？我能说话吗？你敢让我说话吗？你敢让我说话吗？我真的没让你说。我觉得直播间的人让他的孩子上职高也好，上大学也好，是他们个人的选择。没有人应该逼迫他们或者侮辱他们，侮辱谩骂他们。你问完了是不是该我问了？你问完了是不是该我问了？你好好说话，你话一点，你说你问完了，我问，好，你问完了是不是该我问了？你是不是该我问了？你语气能不能平和？你问完了是不是该我问了？你问，你好好说。毕业之后能拿到多少薪水？具体看什么职业？我刚才说了，如果学个厨师班的话，毕业以后那个薪水不低的，美容美发，汽车修理。那你到底知不知道具体薪水？什么叫不低？不低是10万还是100万？一万。一万呢？你知道一万在北上广深这样的城市是活的什么样吗？那我国不是只有北上广深这样的城市，其他城市也不错。而且在北上广深可就不止一万了啊，因为没有任何技能送外卖，在北上广深只能挣一万。如果上个厨师班，像我刚才说的啊，有10年的这个厨师经验都有厨师证，在北上广深可不止一万。一单只能赚3块到5块。你是不是赚10000块钱？那里睡几个小时？不干别的了，光给你送外卖呀。那确实在北上广深有送外卖的超过10000的呀。对呀，特别凤毛麟角而已，你懂个屁！你别急，你别骂人呀，你好好说呀。我要你，哎，我多问你一下，我多问你一下，哎，咱能正常沟通吗？你让我绝对不让你孩子能上大学，绝对不要上职专。那你告诉我你是什么学历啊？高工资了吧？大学那一万是起薪。你是什么学历啊？殃及下一代你。你是什么学历？这个问题上，我告诉你，这个问题上我绝对不让你。你之前讲那些东西，我都可以接受，我都让着你。为什么？毕竟你是一个为了咱们国家好学生。什么？你让着我？你别让着我呀！你别让着我呀！事情而已。就这件事，你说话能不能平静一点？你平静一点。你放平心态，你好，你别哭。我气炸了，我平静个屁，我啊！你别哭。中专学历也能出人才，胡说八道。中专学历也能出人才，也能出人才。胡说八道！你让你家孩子上中专试试看。
中专学历也能出人才。今天的人民日报刚报道的这个江平，他就是中专学历，他就是个人才，对吧？人民日报报道的，你怂恿别人家孩子，我没 有本事你家孩子中专，我没有怂恿别人家孩子呀、啊，我希望每个孩子都能读到博士后。我希望每个孩子都能读到博士后，但是如果有孩子选择中专，也不应该受到羞辱。我，你在欧洲，你告诉我德国的中专生能不能上大学？你告诉我德国的中专生能不能拿到大学学历和博士学历？你告诉我，德国的学生中专生能不能拿到博士学历？你告诉我。你好好说，怎么了？现在要夸德国了是吗？不是，你告诉我，中国跟你那边的情况是不是一样的？我们的中专生最高学历是多少？他们的中专生的最高学历？我那边是哪儿啊？我问一下，我那边是哪个国家？嗯，你在那个哪个国家？你哪个国家？中国呀。你现在中国，你嫁给哪个国家了？嫁给哪个国家人来着？我都没去过美国呀。你嫁给哪个国家的人来着？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呢？我说你老公那个国家，他的中专生可以上最高学历不能？能不能当博士？能不能当博士？可以呀、啊。可以，中国的中专生能当博士吗？可以啊，专升本、啊。你祸国殃民，你这个问题就国家一代。你知道什么叫专升本吗？你就算是专升本，能有几个呀？哎，那个高考不是说不能吗？那能比吗？知道什么叫人数？欧洲跟欧洲是不限人数，你考过了就行。国内是你考不过，能考过的就几个人。还专升本，你真的屁呀、啊！能升上去吗？你别哭啊！妈妈，你吧，你不你去大了你？你作为了解国内，你怎么也胡说八道？你怎么在孩子问题上胡说八道？我要是真的像你说的祸国殃民了，你抓紧报警吧！现在祸国殃民，你知不知道？那你为什么不报警呢？孩子升了中专之后，专升本的多少？100个人里面能出几个？你别还没有大学的几率高呢。你好好说，你别报学管，你别哭。这样的机会的话，这些孩子还至于去复读高考吗？你别听他，我绝对不告诉你。你这个东北下一代，你考上大学了就是考上大学了，你考上职高了就是考上职高了。职高升本科，100个里能出几个？没那样的机会，不是每个人都有的。那上职高的人就该死吗？就该被侮辱谩骂吗？你想上职高人去死啊？人家考上职高已经很悲惨了，月薪最高才10000多一点，知道吗？那你为什么还要侮辱谩骂羞辱他们考不上高中呢？你这是说的呀，你人口，你知道什么叫失业人口吗？失业人口不包括职高生，大学毕业失业人口。那你为什么还要羞辱他们呢？失业人口没有职高生，职高毕业不算失业人口，知道吗？那你为什么还要羞辱他们呢？不知道拿不到失业补偿金，你知不知道？大学毕业了，这补偿金，我觉得职高生拿不到失业补偿金，你让孩子去读职高，你不是坑人吗？我觉得上我没有让孩子去读职高，我的原话一直是反驳。我的原话一直是允许任何人自由选择啊！我告诉你，下一代培养的问题上，我绝对不让着你，谁站到我面前都不让着。啊，那我想看看你怎么不让着我？你想杀了我吗？嗯。啊，你干啥？你干嘛那么极端呢？你要想死的话，你就跳楼不就完了吗？我不想死啊！我看你这样是想死吗？那边就杀你啊！你告诉我你怎么不让着我？你想把我怎么样？因为我会坚持我的观点。你能和我怎么样？你为什么那么极端？你为什么老让别人迫害你？为什么老别人去伤害你？你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我没有让人伤害我呀！那不说吧，让我把你怎么样吗？你不是说不让着我吗？我想问问你，你能把我怎么样啊？你怎么不让着我呀？不要提这样条件好不好？我们现在聊的是下一代的发展问题，下一代的生活问题、生存问题、收入问题、失业保险、养老保险问题，还有什么问题？你笑什么？你这个哎，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什么学历？你笑的是夜宵，你知不知道下一代的毕业之后，职高毕业，他都养不起父母，养不起家庭。你别哭，干嘛要哭啊？好好说，你平静一下，你冷静一下。炸了吧唧，把我肺都气炸了。你冷静一下。下一代的问题，关民发展问题，事关家庭发展问题，别哭，这个绝对不能出错，知不知道？哎，你什么学历啊？你什么学历啊？我肯定比你学历啊！我肯定比你学历高。你什么学历？来，我听听。我你什么学历？我就告诉你一件事儿。你什么学历？
你就记住一件事，我不做生意。你哪个学校毕业的？你什么学历？咋了？不，谁要告诉你啊？你是说人问题？说你啊？你说你什么学历吗？你什么学历啊？你一件事，我不做任何生意。你啥学历啊？你羞于我出口，怂了？别欺负别人差。你一个劲儿说人家读职高的悲惨。我问问你，你什么学历啊？金融。这读职高的悲惨，你什么学历？我听听。金融硕士。哪个学校的？你管我哪个学校的？金融硕士是吧？啊，来，你给大家说一下什么？哎，巧了，我本科读的也是金融，你打到我专业上了。来，给大家讲讲什么叫做边际效益。你别告诉我金融硕士不知道什么叫做边际效益啊！如果你不懂的话，你当手软说来说啊。你要是不懂，你可以拿手机搜。不用我什么叫做边际效益？什么叫做剪刀手原理？来，我们让金融硕士讲一讲来。啊，你是什么专业？什么专业？啊，我本科是金融。啊，我哎呀，太正确了，金融本科太好了。来，我问，也可以，我问你一下，硕士，你的投资年化是多少？来，你的投资，年化是多少？跟我说一下什么叫做边际效益？说一下，很简单的，从关心你的原理知识。来说一下什么叫边际效益？你没有两个手机吗？你这搜一下呢？你就一个手机吗？我手机多少？你的投资年化收益多少？你的投资年化收益多少？边际效益啊！你的投资年化收益多少？你的投资年化收益多少？什么投资是投资年化称？啥叫投资年化称？你的投资年化收益多少？我的投资年化收益，我哪方面的投资年化收益啊？我没有投资啊。金融说什么？金融投资了，那是。什么叫机动投资？你就机动投资。哥们儿，我说傻逼甭讲，哥们儿，你金融的收益是多少？你说你不是金融专业吗？哥们儿，你如果真的是金融硕士的话，我倒着走。你自己摸着良心发个毒誓，你要不是你个毒誓，你个死全家，你个所有人年化投资。你的最大资本金收益多少？我的最大资本金收益做到了100倍。你的最大资本金收益多少？你不是哎，听见吗？他的最大资本金收益100倍，索罗斯都不如他呀。索罗斯是多少啊？他的最大资本金收入，哎，也就是投入1块钱能挣100，交给你，投入100万能赚1亿。嗯，疫情期间你的投资收益多少？疫情期间投资收益是20倍。疫情期间你投资，我没有投资，我没有。你娘们，你这个瞎逼，你去骗人。咱们就聊聊下一代的问题。哎，我就研究你的问题。我觉得你在骗人，你真的是金融硕士吗？你的收入问题，我研究你的支出，我研究你的收入，我研究你的资金安排，我研究就这些问题。你告诉我你的投资收益。你在哪个单位研究的？你是什么单位的？你是做什么？什么？很有好的前途，日高升1万多一点那是顶天了，还好的前途。你哎，大家听，他的投资收益是100倍，传销的都不敢这么吹牛逼，你都不如个传销的哥们儿，传销的都不敢这么吹。喂，对，传销的是不敢这么吹。我疫情期间的投资收益是20倍，拿了3年长线。然后你告诉我，我那段是拿了7年长线的。你是哪个学校的金融硕士？我听听，你是哪个学校的金融硕士？2018-2016年底到二，你是哪个学校的金融硕士？3年期间那是100倍，疫情期间，2020年到2022年6月份，这是20倍，这是20倍，没完。好玩吧？这永远没完。这货是个疯货。你现在我研究的就是你们这些人的收入问题。那么你告诉我，哎，我们一个仨，我们一个仨就是起薪，你告诉我一个大学生的起薪是多少？你告诉我一个大学生起薪是多少？我研究的就是你们的收入，你还在那整个逼逼吗？哎，你在专业生干嘛研究啊？你在专业生好了，你房子啊？大本生都买不起房子，还大专业生还职高生，哎，给我来这！他自己在那儿那个啥上了，大哥，今天有活儿。今天有活儿，匈牙利那个国家怎么样？准备送孩子去上大学？如果不咋样，欧洲穷国，咋了？国内上不了好大学吗？要是在国内能上个本科的话，还是在国内上吧。那样的学校又没有什么好大，去了说白了就是本科。你说混个水硕还行，本科去读出来没有什么用啊。国内现在也不认呢，啊，对吧？你没必要，然后花那钱，到时钱也花不了多少，上公立学校也不要钱。啊，是不是我觉得是不是被那个留学中介给忽悠了呀？现在还有，如果是本科要往外送的话，真的那个什么，上不了国内大学，啊，是上不了国内大学吗？要是国内大学能考上的话，你不成让孩子再复读一年也行，只要国内能读个本科的话，就那个什么啊。
中外合作办学还是在国内读，我是建议在国内读，说国内要是本科实在上不了的话又硬混个文凭也行，你要真到这种地步在国内但凡能读个本科的话没必要，因为你就去欧洲读个本科回来不认的，就是纯那个什么的，要是能在国内读个本科还是在国内读，你哪怕等到至少在国内把本科读完然后出去再去混个水硕也行，像我这样啊，纯混个水硕，你在国内连个本科都没，日后就看你孩子将来回不回国，要么你就打住这辈子还送到匈牙利就待到匈牙利了，就成匈牙利人了，日后再不回来啊，你要这个打算倒也无所谓了，要再回国你在匈牙利上学那个没有用啊，这种的都知道你那是水的文凭嘛。嗯，我个人非常不建议把本科生送去欧洲读公立学校，你要是能送到美国英国让读个常春藤嘛，那肯定，你要能上耶鲁哈佛你去呗啊，就是尤其送到欧洲上公立学校，想办法复读一年，好歹让孩子在国内读个本科呢。嗯，对，所以将来没有什么用。再说匈牙利那种国家，经济啊各方面也那个什么不太行，你孩子不可能永远留在那种国家。所以你要问我的意见，我个人是不建议，就想办法怎么着复读也好，怎么着也好，让孩子在国内上个本科。上个正经学校本科，别上那种私立学校本科。你说要孩子真是，我说不好听点，孩子真的是差到那种在国内死活连个普通三本都上不了的，你送出去学孩子更废。首先语言都不通，你送出去以后孩子更傻，就一句听不懂啊，上课一句都听不懂啊，对吗？你送出去以后更废。嗯，你孩子就高考压力这么大的情况下，你孩子连国内连个本科都上不了，出去以后一个人啊，然后语言要重新学。他能上了这是能读好这个大学了，大概率就是待几年，钱也花了，学校也毕不了业，时间也浪费了。很多出去来欧洲读公立本科的都是这种情况。你与其这样，还不如复读一年，怎么着逼着他好歹在国内读个本科。要不然我的意思是，实在如果你说孩子也不是那学习的料了，咱不上也行。你看看孩子喜欢什么那个啥的，学门技术呢？嗯，送去学个技术啊，然后早点参加工作。我说的不好听点，你送去你有那送出国留学那啥，你送去学个厨师班。啊，学个一年两年，你现在孩子啊，学完那个什么高中毕业，22岁啊，20岁去上个厨师班学两年出来，22岁干到32岁，那肯定能上大厨，干10年的工作经验，一个10年工作经验的大厨，在全国哪个城市呢的工资都不可能低于10000块钱，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对吧？当然，这那个就是看孩子方不一定非要去学厨师，孩子喜欢什么学点什么啊，所以这实在不是学习的料的话，也没必要。但总之，出国留学，你那个文凭是没有用的。前提还是你孩子得拿到文凭啊，就这么一个在国内高考压力这么大情况下，在国内死活上不了本科的孩子，嗯，你出去让他换门语言，你期望他能拿到一个本科毕业证，你想什么呢？对，我是觉得孩子也不是每个人都是学习的料，实在不是学习的料，问问孩子想干点啥，学门技术学门手艺不差，早点参加工作攒个工作经验，到30出头干啥工作都有10年的工作经验了。这个至少有一技傍身，日后不会差的啊！我就说你学个厨师班，你一个拿着厨师证有10年工作经验、30出头的人，前途一片大好啊！日后生活不会差的呀！啊，你去任何城市都不会差呀！啊，对吧？在国内学杂，一到国外就学霸，纯属扯淡。首先，语言问题你解决了吗？语言问题你解决了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语言问题你能解决吗？我说不好听，你如果在国内你能掌握一门外语到人家那种母语的水平啊，那你也没必要出国吧，你随便干个翻译什么的工作不好找吗？啊，你的外语好到这个程度，跟人家本国人的母语水平一样，那你也没必要出国那个啥，你在国内干个同声传译1小时10000块钱啊，你要有这语言水平的话啊，国外学渣，那人家至少语言是那个，你能达到国外学渣的语言水平吗？嗯，我就请问你如果能达到一个国外学渣的语言水平，人家是母语水平，你在国内干同声传译啊，啊，1小时20000块钱，嗯，一个月赚个几百万一点问题都不大，你有着很明显你语言达不到那个水平啊，对吧？所以你都不用谈什么学不学，语言问题解决了吗？尤其是去欧洲这种小语种国家，他不说英语，他不是说英语的，你一门语言你从头学，我说不好听点，你看看你们家孩子那英语成绩，那英语恨不得从小学就开始学了，他妈学了有10年了，你们家孩子那英语水平怎么样？现在跑到欧洲去读个大学，小语种，欧洲这些学校都公立学校都不是英语授课，都是本国语言，想从零学一个语言，他在国内学了10年英语，学成什么逼样自己心里没数啊，现在换个国家从零学一门语言，然后还就那个能读大学了，你想一想呢，你们家孩子是那个料吗？
对，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孩子在如果在国内本科都上不了，特别不建议送到欧洲上，学不了，他毕不了业，他毕不了业。有关注17岁天才中专生吗？有，我有看《人民日报》报的，很厉害，一个中专女生得了国内外各种数学比赛大奖啊，那个很牛逼啊，这还有什么阴阳国内叫中国中专女生的那都能参加数学国际大赛，这难道不是中国教育强的一个体现吗？咋了，来活了？有本事考个高中试试看，不是考不上吗？谁考不上高中啊？谁考不上高中啊？谁考不上高中啊？诺贝尔文学奖这东西随便一个高考满分作文就行，不一定哦，不一定哦，那可不一定，各个奖评选的那个什么都是有那个啥的，跟你高考满分作文一点关系都没有。拿诺贝尔文学奖的人家要有政治立场的好吧，你高考满分作文的政治立场跟诺贝尔文学奖是对立的，看来你一点也不懂诺贝尔啊。考不上高中的才上中专，那也不一定啊，就是个人选择呀。谁告诉你考不上高中的才上中专呢？为什么？那你会对别人有这么大的歧视和偏见呢？你是什么学历？我听一听，博导啊，博士生导师啊。谁告诉你考不上高中的才上中专？我老公大学退学上了技校啊，我老公就是我们米兰大学上了3个月退学了，然后后来上技校了。为什么就不愿意学？技校那时候他那个年代刚好有那个计算机专业，那个时候大学还没开始，技校就是培训班才刚刚开始。因为他那个年代，90年代初的时候，全世界各个大学还没有计算机专业，然后刚好那个计算机当时是最包括网络啊互联网是最先进的东西，就大学还没有进入大学课程，然后那个时候刚好有类似于他那都不算技校，算短期培训班。他退学去上的那个东西，现在他在给就是我们米大，也是他的母校，也是我的母校，他在带我们米大的研究生的课程。因为我老公现在是个软件工程师，有他那个就米大计算机专业的研究生有一门课程要学到他们公司的软件啊，不光是米大，很多学校的那个什么都要，所以他各个学校去带研究生的课程。对，我老公就是大学退学以后，他在我们米大上了3个月退学的，然后去上了一个培训班啊，所以我。你说这个话，我相信你的学历一定不高，你见识的这个世界一定不广博。你用一个学历就定了人的命，谁告诉你上中专的是？谁告诉你上中专的也就是那个什么，就是考不上，才六点钟啊！有时候跟专业跟个人选择都有很大的关系，包括职业生涯啊。你的那个什么，为什么会那么狭隘呢？对，这个江平人家上的是中专，但是人家现在参加的是各个国际的数学奖啊，水平一点也不比哈佛耶鲁的那个本科的数学系的人的水平差呀。对啊，每个人的人生选择是不一样的。那有没有可能比如说我们家里面特别贫困啊，就的家里人实在是等着我出门早参加工作早挣钱，等不了我上完高中再上本科这7年时间然后再去那啥，就想着赶紧上个中专毕业了就能找份，这种家庭也很多吧。因为这种原因上中专的人，我那年代就有啊，对吗？你记得那个杨家那个大闺女不就是上的中专吗？她大闺女学习那么好，就是因为他们家条件不好吗？我身边就有啊，就是我妈同事，他们家两个孩子跟我都在那，他们家就是因为条件实在太不好，他那个大姐学习超好的，要是顺着那个什么，在我们青海考大学上个清华北大肯定的，他大姐就是那个去上中专了呀，就是因为家里条件太差了呀，去想着赶紧参加工作呀，就为什么会。让自己家孩子去读职高，别坑，我没有坑别人家的孩子，谁坑别人家，就是你们家孩子要能读博士后，我举双手赞成啊，我只是告诉你不要瞧不起上中专的人，上中专的人就该死啊，上中专的人真的是考不上高中的吗？不全是，你自己海之牙，你自己是个什么学历吗？啊，来你上来说说，来我听听啊，我怎么那个什么呀，我只是要告诉你不要歧视学历低的人。我没有说倡导大家都学历低，大家都上中专，大家千万就能上本科也别上，都上那个什么啊？来上来上来说，上啊！我没有，我希望每家孩子都能读到博士后啊！来上来说，上来说，别怂啊！上来说，我没有说要让大家都去上中专呐、啊。如果大家都能读到博士后，这个国家会很厉害啊！我只是说不要歧视上中专的人，上中专的也是人，不是畜生，对吗？上中专的就该死吗？就应该被你这样辱骂吗？就应该被你这样人格侮辱吗？对方无应答，吓得退出直播。带节奏也得是看是不是有利于孩子发展吗？对呀、啊，当然得看呢，当然得看是不是有利于孩子发展呢。
所以我支持每个孩子都能读到博士后啊。但是如果孩子实在学习不好，或者各方面家里贫困，各方面原因只能上中专，这样的孩子也是人，不应该被歧视。上中专的人不是畜生啊，我只是想宣导，上中专的人他也是人，他不是畜生，他不能被你这样的畜生随意侮辱。嗯，来海之牙上麦了啊，嗯，上麦了。上中专的人为什么就是畜生，就随意就要被侮辱呢？你为什么要强行曲解我的话呢？嗯，啃别人家的孩子，谁啃别人家的孩子了？上别人家的孩子上初中是别人家孩子自上中专，也是别人家孩子自己的选择，不是被我逼去的，对吗？人家自己选择了上中专，然后我们就要侮辱谩骂他吗？啊？如果别人家的孩子自己选择了上中专，我们就要一起侮辱谩骂他吗？上中专的人就是畜生吗？我请问，上中专的人就该死吗？为什么上中专的人就不是人呢？你在这儿带什么节奏呢？这个江平人家是自己选择，没有人逼他去呀。人家自己选了中专，这就是你骂人家的理由吗？让自己家，我自己家的孩子，由我自己家孩子选择呀。我孩子想上中专，我就支持他；不想上，想上别的，我都支持他呀。啊，这都是自愿选择的，不是吗？谁怂恿？来，你上来聊，你上来聊，还真是个活儿。你别怂，你上来聊啊。读职高那么好，自己的孩子怎么不去？谁说读职高好了呢？我只是说读职高的也是人，不是畜生，不应该被侮辱谩骂。怎么到你嘴里就成读职高是每个人都要选择？那我就问你，读职高的人就不是人吗？就是畜生了吗？就应该有你这样的畜生侮辱谩骂吗？嗯，你这样的人早点绝后吧，你真是个畜生。世界上有没有读职高的人？有吧，这些人就不该活着，这些人就该被你侮辱谩骂。读职高也是别人自己的选择呀，我随便骂人，你刚才可是那个什么的啊，你上来怂，你别怂啊。读职高的人为什么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呢？为什么读职高的人就是畜生呢？就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大家看他今天的活儿热闹吗？来接着问他学历问题啊，你哪个学校？没懂啊？哎，你是不是没懂了？你干嘛管我静音呢？你是不是没懂了？我懂了。在人的手里。哎，你自己啊！我没懂，我又给你静音了。来，上来有没有想那个啥的？来骂一会儿，我准备吃饭了啊！来，有没有那个上来的？来跟他 PK 一下的啊！来，你们那个啥，我刚好上个厕所去 PK 一把啊！你能跟他 PK 一下吗？我是想说这个中专本的问题的啊。那你讲理，这是个疯货，你没看出来吗？你能，要不然看出来了，后来才看出来。我上个厕所，我骂会他，我骂会他，我骂。那我给他解开，你俩玩会儿，我上个厕所去啊。那好吧，玩吧啊。对，跑了，跑了。啊，那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吧，我上个厕所去啊。你刚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专升本这一块怎么了？我上个厕所。因为我是专升本的这个受益者。我们当时中考是有三种，一种是三年制的中专，一种是3+4，一种是3+3，还有一种是5年制。3+4是3+3是上三年中专，然后进行转段考试，考上大专院校，然后在大专院校又可以进行一次专升本考试。再其次就是5年制，5年制是上完初中之后上5年，直接拿大专文凭，然后在第5年的时候也可以进行专升本考试。我就是5年制大专之后进行的专升本考试，然后我的大学同学现在也有的考上研究生的，也有回到原来这个大专院校去当那个叫技能大赛的这个老师的，技能大赛老师是很赚钱的。而且你只要在大专院校进行技能院这个参加这个各种什么省赛国赛，你就可以拿到专升本考试的保送名额，都不一定要去参加考试。没有声音了吗？来了，上个厕所。然后如果是上三年制的直接上中专的话，他还可以进行职教高考。所以说我们任何你只要是在中专之后都可以拿到往上升的学历的。不是跟他说的一样什么上完中专就要记着似的。嗯，不是，这货看不出来吗？就是个疯货。我怀疑他是刮彩票的。啊，我觉得他有点疯。
精神有大概率是高彩票。所以总的来说一句话啊，就是我想说的是，谢谢小哥哥分享。总说就一句话，就是人生的选择很多，高考当然是一条路，一条很重要的路，但这条路不是适合所有孩子的啊。读职高也好，读中专也好，或者高考参加那个什么的，这个我们国家的教育理念一直是因材施教，每个孩子的天赋、努力程度、家庭环境包括个性都不一样，家长在给孩子选择路的时候就是要做到因材施教，你要充分的了解你的孩子啊。所以千万就是这个真正把这个社会舆论带跑偏的，就刚才这个疯货，他们告诉你你人生的目标只有高考一条，高考你要上不了本科你就死，你就别活，上中专的人不是人，是他也说上职高的人就是很悲惨的人，不是，人生不是只有一条路的啊。所以就是对所有孩子，哪怕现在高考结束了，我相信还有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孩子高考失利了，落榜了，不要因为遇到这样的人就去上吊，就去跳楼，就去活不下去，你人生的路很多，高考不是你唯一途径，如果觉得是那我们再复读一年，如果不是那就潇洒的选择另外一条路，人生的路这个国家是给到每个人很多选择的权利的以及方向的啊。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啊，哪里都可以出人才。哎，今天无名不在，无名要在的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之前无名他就是一个大专生，然后他现在在搞我们的那个污水处理，他现在是一个专家，最近刚搞了一个专利，搞成了一个大工程。上次他还专门来跟我分享他所在的这个研究领域，到目前为止国内只有他们这一个团队，一个小团队的人是用他说的低学历的，可能是专科生，甚至都是从工人直接上来的，走了一条实践趁出真知的道路。现在他们也拿到了专利了，也拿到大工程了。他上一次来跟我分享，就是他们拿到的这个大工程，第一次做实验成功了，非常那个什么，比他们预期的还要好。看见了吗？这样低学历的，甚至是没有学历的，实践出真知的这样的做出来的团队，比国内那些甚至国外顶尖大学出来的博士生的团队相比，一点也不次的。啊，我就是想让大家看到这一条啊，就是人生不是只有一样，也不是每一个孩子都适合高考啊，有些孩子他就是学不进去，他就是适合找那个什么，这个大家也看到了，就一个劲儿的鼓吹，还瞧不起人家中专生，瞧不起职高生的人什么样子，大家也看到了啊，他自己都那个什么，对吗？嗯。你们可以去找一找那个无名的那一段切片，很精彩，当时我们很感动，我们每个人听了他那个什么都做切片的小伙伴其实可以把这两个切片关联一下，让看看，哎，大专生也能出高级人才，怎么不能啊，啊，对吧，就切片小伙伴可以把这两个那个什么把这两个那个过关联一下，嗯，把这两个切片关联一下，你看就刚刚那个货鼓吹这一套的这个货是个什么东西。所以就是高考又结束了啊，除了一部分学生金榜题名以外，可能还有很多孩子又落榜了，然后又那个什么。那我想告诉大家的是，高考不是每个人的唯一的出路啊，上大学也不是，就是任何国家在推崇这个多轨道的教育是有原因的啊，这个基础很简单，就是因材施教。行了，我今天就聊到这儿了，我准备那个下。